也说拍偶像 2PM 暌违五年，终于要以完整体回归啦！即将在6月28号发行正规7集 Must， 从回归预告开始就让粉丝与大众都非常期待呢。而最近官方又释出专辑视觉的影片，与之前预告中的野性美截然不同。六位成员身穿休闲衬衫站在草地当中，满满的男友风也让粉丝直呼再次恋爱啦！前几日公开的 Highlight Medley 更是让大家十分惊喜，因为以往公司在呈现专辑的 Highlight Medley 时，都是使用宣传照搭配收录曲的 Highlight 音源，而这次 2PM 不仅六位成员全部出演，并使用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让每位成员都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而影片中公开的收录曲 Highlight 更是让粉丝听完直呼，这就是我们 2PM 没错啊！从 Highlight Medley 就展现如此高质量的 2PM， 也让大众更加期待回归的表现啦。나도모르게봐버렸네요눈이자꾸만가요혹시나본적없나요사랑이있다면이런게아닐까생각해시간이된다면오늘밤어떨까네가더마음을많이다친것은아닐까너와의시간은빠른데너없는시간은왜점점더느려지는데다필요없고보고싶어널보러갈게널보러갈게긴말필요없이보고싶다고널보러간다고지금너 My way to see ya 어유가这么久，官方也终于在今天凌晨公开了主打歌《Hey 啊 Hey》的 MV 预告，浓浓的夏日清爽感也让网友听完笑说：“难道 2PM 也在觊觎夏日神曲的宝座吗？”就让我们一起期待28号欧巴们的火热回归吧。